不打扰，不打扰，你拿走吧。喂，哎，叶哥哥，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，叶哥哥。你来了。啊，你早上带的资料落在房间了，我刚好去找栗子，就顺便给带过来。又见面了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刚才是想推开他。叶哥哥，你刚不还说这块云山很好的吗？可是我也说过，我并不想要。走，我们去工作室里说。叶哥哥，何阳，这云山。你听我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你是什么人，我心里还不清楚吗？再说了，你这么有职业操守，我肯定不会误会啊。所以你觉得我是因为职业操守？对啊。哦。而且你也知道张云露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不会误会的，你不要担心。贝尔多，我不是担心你会不会误会，我是担心你心里面会乱想。我知道，我不会乱想的。你这么自律，我又不会担心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栗子了，回家见啊。嗯，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走啦。每次都这样，你们两个不烦，我们都烦了。就是，口是心非的。你们还是不是我的好姐妹？不是。不是。你们。耳朵，今天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悠悠，你带耳朵出去。好。墨雨，你还有一段独白，先录完。来，先喝杯热水。谢谢。你啊，就应该请假，干嘛这么硬撑啊？我哪还好意思请假呀，上次我耽搁大家那么多时间。怎么样了，耳朵？好点了吗？啊，墨雨姐，我好多了，就是腰酸，使不上什么劲儿。不好意思啊。这很正常，我这个时候也使不上力气。放开他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顺便路过。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回去躺躺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这里我来就好了，我会带他回家的。不用谢，我很乐意。倒是叶哥，你工作不忙，长春有空啊？我再忙，都有时间接他回家。走吧。乐天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谢谢你啊，走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刷牙的时候，男生可以帮女生挤一下牙膏啊，这样两个人显得更亲密一点。吃早餐。对对对，相互递一递吃的东西，倒点牛奶什么的啊。能吃吗？
好，停，可以，我们准备实拍啊。来，各部门调整，准备实拍了。这一条呢，我们就拍一些你们日常的行为，而且不用通气声。你们呀、啊，就做一些日常的互动，轻松一点，然后听着我的提示，比如说谁看谁呀、啊，什么拉拉手啊，就像你们平常在家里一样，尽量稍微放松一点，明白了吗？这样吧，这条我们光着脚，你们两位都把鞋脱了，光着脚拍。我给你们提示的时候，你们照着做就好了。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了，千万别看镜头。只要你们不看镜头，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会一直在那边拍，好吗？好嘞，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实拍了啊。好，来，准备实拍，开机，开始。男生牵女生的手，对，男生的另外一只手搭在女生的肩上。轻轻地扶着就好了。好，两个人看向彼此。好，随便聊点什么，就像你们平常在家里聊天一样。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我睡眠一直都很好。看来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聊的。你一定觉得跟女生聊天比较有趣吧？这怎么比较啊？我跟玉总又不熟。是吗？那你刚刚跟他怎么在这张椅子上聊了7分钟又32秒？OK， 好，两个人的状态相当不错啊，特别的自然。来，两个人站起来，我们拍另外一组状态。好，女生踮起脚，亲一下男生的脸。踮脚。你身体往前轻一点嘛，看来不够高啊。这样子，你就亲得到我了。来吧。哎呀，你害什么羞啊？不就亲一下脸吗？眼睛闭上。闭上，再往前来，往右边转。事实证明，我来会比较快，不用谢我，举手之劳。好，停，过了。哎呀，比我想象中好哎！这些做剪辑的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。是吗？你不觉得有很多细节都很不自然吗？哪些细节啊？比如说，你看我的眼神。你对我说话的表情都很生疏，你应该更投入一点。有吗？首先是称呼的问题，你不能再叫我全名了。那叫您什么？
随便吧，看你习惯，只要不是全名就好。那叫你舒薇。你在叫的时候要把更多的感情放进去，现在感觉就是两个人不熟悉，再叫一个陌生人的感觉。睡好一点，我觉得你可以再温暖一点，现在你的声音里面毫无温度。睡，我知道了，是最后一个字的问题，你收音不要太快。收音不要太快，就是口语化的意思，别想着字正腔圆，这又不是播音。睡。耳朵。你叫我耳朵，你不就是叫耳朵吗？怎么跟别人叫的感觉不太一样？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接下来练什么？我们要互相交换一个秘密。交换一个秘密？就是一个秘密啊，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总该提前对的吧。可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。其实没这么困难，什么都行。比如说你以前喜欢过谁，这种都可以。小学的时候算吗？还有吗？高中、大学。怎么可能？啊，有。嗯，有一个。谁啊？ Alan。 啊，应该是停电了，没事啊，叶顺，你别怕，我现在就去找蜡烛，你在这等着啊。找着了，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嗯，没事了。要不我们继续聊吧，聊点其他的就不会害怕了。好，你刚说喜欢的那个 Alan， 他是谁啊？是你朋友吗？他是一个作曲家，很多大制作的动漫里都有他的作品的。你要不要听他的歌？不用了，像你说的这么棒的话，我看太夸大了吧。我们家 Alan， 你可是全世界最棒的作曲家，找他作曲的人可以绕着天安门绕好几圈呢。或许他是个死宅。就算是死宅，那也是像宅十四那种帅酷宅。你觉得他帅酷啊？嗯。你见过他吗？那都没有。我们家艾伦可低调了，我找他点资料都快赶上 FBI 了。把他讲得这么完美啊，
小心见光死。见光死，那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型吸血鬼。行了，天亮了，我就睡觉了，懒得跟你说。居然敢说我们家 Emma， 哼！